本来想回去吃午饭的，想想是算了，去了又要下午又要过来看他们抓鱼，我在这等吧，他们会给我送东西过来吃，我叫他们给我送一桶泡面了，这水就变小了，再挖深一点。堂哥帮我炖了泡面来了，还帮你加两个鸡蛋，加两个鸡蛋了、嗯，那可以。还帮我加两个火腿肠啊，可以。这马上要干了，看看有多少鱼。大板鲫。还不能哎呀，有鱼，螃蟹，哎，可以，这还加个你这，俺们条都有海捞的，抓到没？啊，好，大鱼，用你的吗？还有放了这一个了，这一点。嗯，拿回家吃，可以。来这再见吧。看你这卡里，哎，螃蟹抱了一条，螃蟹。哎，好多板鲫下来了，来，这沟里面好多鱼下来了，板鲫。等一下，等呗，你咋的？对，你的就看了。要去放，放下面养起来，不然缺氧死了，明天要卖的。放在网箱里去。你这个嘴说的这个，鱼都露出来喽。这板鲫都下来了，又一条鲶鱼，野生鲶鱼啊，这个是。哎。螃蟹那么跑，这一网，呵呵，哎，掉了，板鲫，小的就放鱼塘，大了就卖掉。哎呀，可以。鲶鱼，这鲶鱼大，都野生的。这是母的。母的。哎，你这是公母啊？你看，这肚子还挺圆，过来母。哎，几条鲶鱼啊？啊？看几条鲶鱼。老表，拿着看一下，几条鲶鱼？来，几条鲶鱼啊？有六七条哈。五六条。哦，这两条大一点，这条最大。嗯。这大鱼都快抓完了，我跟老表负责运鱼，他们抓。现在剩下的应该都就一些板鲫了，大头鱼都抓完了，应该。抓你多少条？45条。48条。48条，大头鱼抓48条，每一条都有5-6斤了，鲶鱼也抓了个5-6条，大的有2-3斤。
剩下的就是板鲫，很多板鲫。这板鲫小的板鲫，我们放下面鱼塘，再养一年当鱼苗了。这天快暗了，抓不完，明天再抓。这我们抓的鱼都养在里面，明天去卖，今天太晚了。哦，哦。